你知道森林火灾吗？森林火灾是突发性强、破坏性大、处置救助较困难的自然灾害。它不仅会破坏森林，影响野生动物，还会危及邻居及周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，造成巨额损失。森林火灾还会造成空气污染、林地裸露，进而引起水涝、干旱、泥石流、滑坡、风沙等其他自然灾害。遇到森林火灾怎么避险？一、如果火势较小，用水浆、土埋、树枝扑打等方法扑灭；如果火势引起，一定要转移避险，并拨打12119。二、转移避险时判断风向，逆风逃生。如果风停了或者无风，不要大意，可能风向要发生变化。三、远离密集的灌木、草丛，寻找空旷的安全地带。切记不可选择容易沉积烟尘的低洼地、河坑、洞。四、火灾产生的高温火焰、浓烟和一氧化碳危害性大，如果周边有水源，可用浸湿的衣物等遮掩口鼻。五、如果被困在半山腰，要快速向山下跑。如果被大火包围，没有别的逃生办法，选择火势较弱处，用衣物护住头部，迅速穿越火线逃生。预防森林火灾怎么做？一、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；二、不要在林区吸烟，打火把照明；三、不要在林区野炊、烧烤食物；四、不要在林区内上香、烧纸、燃放烟花爆竹；五、不要在林区烧荒、烧田埂草、堆烧等；六、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；七、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；八、不要在乘车时向外扔烟头；九、不要在林区内狩猎、放火驱兽；十、不要让老、幼、弱、病、残者参加扑火抢险。小伙伴们记住了吗？封面。